海绵宝宝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请到他来吗？因为我很喜欢他。是不是也想要抱一下他吗？看起来有点，有点好啦，可以来。为什么会喜欢海绵宝宝？他就是就很无厘头，很无厘头。对，我喜欢。那你会唱海绵宝宝的主题曲吗？不好在这里唱，但是我会啦。会吗？会，我还有认真去看过他的歌词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我刚才是被什么声音吸引的？什么声音？电风扇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有发现他过来，我就听到然后我就转过来。果然是球后对周遭的环境都非常的灵敏。这么多年来训练下来，或是练习，真的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。我就跟我爸爸讲说，我也不想练，然后我爸爸就说，好啊，那你就下课就去玩，玩一玩再回家吃饭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就大概可能去玩了两个月左右吧，就是每天下课就做一般学生可能会做的事情，就是玩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学生对该有学生的样子就对了。这样每天玩，每天玩，其实好像也就很腻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。就还是要继续打球。所以爸爸那时候怎么跟你讲？就听到你又要再回来打羽球，他就很支持你。他就一直都还蛮支持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请记得锁定四季线上影视，记得要看哦。